这个是太阳能增压机的操作视频，现在是启动状态的。这个平常我们就按这个 stop 红色键就是停了，然后就是停了，然后需要启动的时候就按一下这个 run， 这个点一下，现在就启动了。平常操作就按照这两个键就行了。这个柱子里面那个配电箱有一个四电开关啊，到时候如果晚上需要用的话，平常建议都全部打上吧，四电，晚上就靠四电的了，白天是靠大部分太阳能，有太阳的时候。